结束了他们。你们自己想想看，这卡米尔一踢墙冲过来，我就 W 把他挤下来，真的，他要结束了。这一把多少开？这把我赢定了、啊。前期会被电爆，冰鸟最强就是前期了。我前面是靠普攻点烂他的。啊！哎，感谢。闪现，一堆闪现，对面一堆人都交闪了。哎呀，刚刚队友不听我的话，你们知道 AD 还要闪，卡密尔已经没闪了吗？所以我拼打卡密尔，但是队友却拼打 AD， 结果我还是乖乖的听话了。你看，刚刚跟着我的拼打卡密尔，我们就再拿一个头了。我真的是太容易妥协了，我真的觉得我人太好了。不要觉得我在喇叭嘴，你们现在有些人会觉得我在讲理由或什么，没有，你们认真思考一下。啊！太狗了吧！又爆你卡密尔，堂堂 T1 角色卡密尔。惨遭冰鸟爆点一顿，人间悲剧啊！卡米尔，可以欸，我变成巨人，我感觉要死。感觉要死，哭。人不 W 没魔了啦，没魔了啦，都不 W。哎，哭啊！哎，哭！哭啊！救我！救救这个冰鸟！救我！哎！走吧，没事没事，我觉得这波玩的不差，只是我们的伤害好像不是很够，我们的伤害出现了点问题，一定是火甲还没出。小小卡密啊，估计卡密啊，哇哇，爆打，冰火爆打。跟我的火甲没什么关系，但是史丹利肥了，拉扯 ，stop， 哈哈哈哈 ，You are pathetic， 啊啊。变态，我很硬，闪现闪现闪现，死了，好笑，这很明显是驾驶员差距啊，应该跟角色无关，我们这个肥驾驶员看起来强一点，皮皮，无情放上路小兵。
情啊，小兵全部露光光。我不应该帮你。我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，就是下路爆炸，我们不应该帮一个爆炸的线。无情被他，我这边秒了，过来啊笨蛋，过来啊笨蛋。别过来啊笨蛋，去你的笨蛋。哎，直接肉到底，这么会滑，你这样能杀人，你还在滑，你还在滑，不是啊，还在滑，还在滑。我们有了该出的装备了，真的。这两件装备，我觉得我水滴就放着吧。来了，我这两件极致开它，真的很极致啊！啊，没 Q 到，没他了，没 Q 到，没他。TP。可以，啊，一个卡三个，可以，啊，怎么还在啊？救我！我差一点就吊打了，我那个精湛的表现，把对面每个人都牵着鼻子走，我那个精湛的表现，刚刚那样该赢啊，我觉得。可以对哦，按着 R 再开金人 ，R 会断吗？不会吧，不会断吧。最后一条龙，加油，队友，干巴得有，干巴得有，有。哭啊，好烂啊，队友，你要死了啦，还在那边。打全部人，真的牙膏一打三，我们都打四，刚好。生错人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鬼子兵剑，队友被牙膏秀，没，队友赢了，队友三打还是要赢的。别吃啊，好。冰火五重天，火烤八弄。吃了啦，还在那边。爆啦。不是啊，一下要吃一下又要打人，他们到底想干嘛。天哪，到底打爆了有什么意义，就是这个。队友都不投啊，所以他打暴龙加速队友快点投，打暴龙意义很大。再一次伤害全场最高。
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。